Sorry， 技术是不等人的。抢输车位的钟瑶气得牙痒痒，不管了，直接放大绝。你干嘛？你该不会……干脆把剧中竞争对手罗红镇的出路给挡了，又是抢车位又是斗嘴。艺人钟瑶和罗红镇在偶像剧中饰演冤家，互看不顺眼，但私底下的他们却是来个背后突袭。钟瑶环抱罗红镇，还主动要求帮他别麦克风。突如其来的甜蜜举动让罗红镇超害羞，两人在戏中感情也有进一步发展。我懂了，跟我讲，太紧张了。况且你现在不是也没男朋友啊？你又知道我没有男朋友。那天你看到的就是我男朋友，真小烦我。在拿罗红镇当挡箭牌，对外声称是自己男友，没想到当场被抓包。最新预告公布，也让粉丝超晚期待两人的感情发展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